以时，太上老君于西那玉国屈离山中，夫唱道德，宣展科界，广为十方说因缘事。于是随从五万人，去往彼处恭行遭贤会，擎权叉手，礼珠尊颜，问讯冀州。是时众中有一真人，名曰海空智藏，出班掌柜。白太上曰：神等禀受法夫，皆因父母，父母因心，无由报效，唯愿大慈悯伤一切，如蒙启训，生死何因？以时太上恻然良久，告海空智藏言：善哉善哉，子之所问，要符心意，只可谛听，当为解说。夫形直者其影必正，形不直者其影必邪，其声清者其响必正，声不清者其响必俗，孝与不孝，其义如是。若孝悌者，一家之中老少安乐，天人阴阳，神明守护，子孙相承，孝慈不断，朝感孝顺，以为其子。若不孝者，世世相继，一门之内总是冤家，虽为父子，甚于仇敌，朝午亦以为其儿。父子兄弟各才异食，同园别菜，共田分谷，隐藏珍赞，吃食如偷，虽是人形，不如禽兽。神明不佑，天下兴稀，一生所为，诸不吉利，死入地狱，受一切苦罪不受，报为白鹭鸟，生子能飞，共食其母。百劫之后，托生人中，聚集五逆，诸不孝缘，共为父子，更相残害，死生忧苦，轮转无穷，天下苦痛，莫过于此。夫人生世，父母为亲，非父不生，非母不养，是以天地复印，寄托母胎，气息上盈，怀身十月，盈淫包重，坐卧失常，岁满月冲，诞育之后，其母恐报性命，绝言恻达，心神忧丧，产孕之日，内足外足，苦痛交切，失声号叫，受大苦恼，抱白占据，骇恶惊遮，及至生儿，手摸其顶，待于草上，呱呱号啼，安藏被褥，则身三月，常为邪魔之所侵害。饥时虽饭，非母不报；渴时虽饮，非母不语。继饮母乳八哭四声，千日啼葵，遮盖尘垢，推干就湿，咽苦吐甘，非儿不亲，非母不养，忽离兰车，出于地上，十指爪中，食指不正，舞或东西，对磨伦理，官司急切，不得时还。即知我而家中啼哭，母子天亲，
心性伤感，分母白鞋，而为两身，气血相传，两体无二，而记忆母，母即心经，持步走归，两羽涌出，还到门外，见子庭中，或在栏车，或房门制，或有人抱，或无人抱，或在床上，或在地下，或时坐不正，或时把泥草，或上啼哭，或啼哭玉子，举眼见母，啼笑嘘嘻，摇头弄脑，曳腹而行，呜呼呜呼，哀向其母，母乃为而屈身下咒，长舒两手，息除不正，吹嘘其口，以语语之，含语看母，嘻嘻其声，母见而喜，而见母喜，二情思想，慈爱亲重，情亲相念，莫过于此。二岁三岁，弄以此行，寒热使鸟，非母不识，笑时怀喜，啼时知亲，为乐饮食，所余无怨。父母行来，直他走坐，或得饼肉，不敢不食，怀挟将归，向与其子，十回九回，恒常欢喜，一回不得，娇声扬啼，以此为常。娇生不孝，孝子不娇，必有慈顺，及年长大，朋友相随，年生少壮，丹还日落，梳头摸发，欲得好衣，简择精言，慈惠其子，粗疏蔽恶，父母自聪，忽无衣裳，经求四远，倾心南北，逐指东西，还瞻向头，为索妻妇，情爱偏重，其母转疏，私房之中，共相笑语。父母年老，气力渐衰，中朝至暮，不来省问，独守空房，犹如外客，小衣小食，饥冻切身，手脚蜳之，以龙眼暗，单床漂泊，度日如年，身既汪洋，多摇几失，蚊亡寝体，通直不寐，长吟叹息，何罪之有，生此不孝之子，处像循环，低头下气，肉身所欠，未尽前言，其而轻声，亲目骂利，回头却退，父逼而归，随空自飞，流动目种，连声唱苦，不如早亡，母告而言，语初小时，非吾不育，饮食遮蔽，非吾不养，怀乳十月，如葵重担，气息奔喘，劇于酒池，或时寒热，坐卧不安，腹皮拆裂，心胸填满，发落消瘦，不能饮食，临生产时，疫前一月，常怀忧报，恐不相离，或有时安，或有时患，当生之日，命如风烛，四肢百脉。
及以五藏，或如刀刺，或如勾牵，或热如火，或冷如水，彼当解离，或死或生尽世间苦，口不能述，既得生耳，喜具交集，诸苦诸痛，不可堪忍。三年葵圃，日夜不离，坐卧不静，眠食失时，视而气息，将息饥渴，或有疾病，父母心痛，闻子忍苦，母不能食，心口干燥，万种求福，黄金白银，衣服玩具，心念止可，无所吝惜，念语小时，东西随我，不离寸步，食亦随我，眠亦随我，一日无我，终日不食，一夜无我，啼哭不眠，如何长大，忽成冤对，今虽有语，不如本无，付之于天，幽冥当鉴，愿我早过，与你相离，奈何奈何。以时太上说斯是已，即现神变，令此大地一切震动，于震动中忽见此方地狱之内，无数众生足浅刀山，手穿剑树，突出其舌，铁柱刺之，哭痛号哭，身体浓烂，毛孔之内色皆流血，大小狼藉，流涕坐毒。于是海空自藏宿寒无树，流泪乌烟。上启太上曰：师之罪云，何罪令矣？是时太上告海空自藏言：师罪人也，生不慈孝，遗弃母，诽谤三宝，母慢出家，今之受报，涂炭何极，日趋长远，无可如何。以时太上仍说偈言：善善自会善，恶恶归恶根，生前不慈孝，死后报何恩？苦灾仍痛毒，往返十八门，非吾三舍日，何得暂蒙缘？以时太上说此偈已，大众悲号，流动不止，便即烫手弹指，于弹指中即令大众回面故事，系于南方，即见南宫天堂之内，善男女等威仪长聚，华容挺出，天厨百味，真换无有穷者，自仍然胜，娱乐自在，自藏欢喜，重白道言：不审此人成何福对，得处天堂，衣食自然，受此快乐。以时太上答海空自藏言：此人生时至心慈孝，供养父母，礼敬三宝，布施持戒，顺从出家，今受福庆，果报无穷。是时太上仍说偈曰：前缘至孝慈，供养礼无为，敬信于三宝，无其福会归，天堂果容易，福子高危危，思乐今无极，由来福庆除。以时
太上说诗偈耳，叹息良久，告海空自藏言：善哉善哉，父母恩重，浩天罔极，呜呼慈母，云何可报？吾忆前世，但于鸿事包，形神擎胎之苦，即三千七百年。帝至上皇，重包李母，阴阳数极八十一年，施报母恩，至今劫期，犹恐不复，何况子等繁流之辈，而不报恩，竭力尽心，上规礼敬，方犯上事，而有差违。诸教界中不宣其目，三十六部不着诗言，千圣万圣，谁不遵教？方子学道而不报恩，与等众人，心而笃志，外传孝养，内蕴宏慈，粉骨微身，亦不能尽。若有众生能为父母书写此经，读诵受持，烧香礼拜，于中元日设大斋照，使办明香，沿山择蕊，造诸正功，宿夜殷勤，请福其恩，得道先祖，明报父母养育之恩，五逆十恶罪得消灭。若能每月一日日中清斋烧香，行道礼拜，诵念转读此经，罪亦消灭，明报父母，又于此日当请高尚正德法师开讲此经，宣通妙义，劝众生等发慈孝心，如此功德最上第一，不可思议，千万功德，不如相劝广众报恩，于其中问闻此经者，忽生孝心，供养父母，福德无量，上感诸天一切大圣，中感幽冥一切灵识，下留后世远代子孙，皆生孝顺，恭敬不绝。以时大众及海空智藏真人等闻太上说无上恩重报父母经，各怀涕泪，受施予耳，预感孝诚，刻骨不忘，尊敬恩重，各还本国，稽首奉行。太上老君说报父母恩从经中。